好，我是多多。多多宝宝这会儿刚睡醒，妈妈给了一个肉干，怎么好像还要抢走呢？妈妈说多多宝宝叼了半天，不吃的话就拿走了。多多宝宝咋不吃呢？多多宝宝就是刚睡醒，感觉自己没有劲而已。妈妈还说，趁着今天天暖和，一会儿要带我们一起出去玩，让多多宝宝赶紧吃，吃完之后我们去接小宝贝，然后叫上爸爸，我们就可以一起上外面去跑着玩了呢。多宝宝咋不信呢？平时妈妈能带多宝宝下楼都不错了，还给多宝宝一个肉干干。看来妈妈今天求多宝宝有事干呢，要不然妈妈可抠了，从来不给多宝宝零食吃，都是爸爸和小宝贝帮多宝宝偷零食呢。看多宝宝这会儿一个肉干就吃上好慢好慢，就是不想快点吃完。妈妈说去玩，多宝宝根本就不相信。妈妈你要是骗多宝宝，多宝宝可不跟你好了呢。妈妈还在这催多宝宝，还说快点快点的，说咱们穿完衣服就出去溜行不行？那多宝宝觉得可行了呢。可是你倒是穿衣服去呀，你倒换衣服呀，一点诚意都没有，总在这问多宝宝干啥呀。妈妈说马上到时间了，让多宝宝快点收拾然后就走了呢。还真没骗多宝宝，真的出来玩了呢。这两天好不容易有一天暖和的，爸爸带着我们一起出来玩，我们就可以上广场上跑呢。这个广场是封闭的，多宝宝在里面来回跑都没有关系，这个时间又没有人，多宝宝就可以跟着小宝贝一起玩了呢。多宝宝觉得好开心耶，小宝贝也可喜欢一起玩了呢。我们两个就喜欢上外面来玩，他自己不滑小滑板还让爸爸拉着他，他是一个小懒懒吗？要是我们两个每天都可以来玩一圈就好了。小宝贝这会儿也不想回家，想一起在一直在这玩，多宝宝也想一直在这玩，要不然咱们再跑上一圈呀。多宝宝这会儿虽然累累的，但是感觉出来玩就可开心了呢。妈妈你在这等着，我们这会儿再去跑一圈好不好？再跑一圈回来找你玩。